学最后的一位同学呢，来自厦门大学，是中山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兼教授。他的主题是胃黏膜病变和胃癌的那个肿瘤杂志。这也是跟那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screening 那个筛查有一点关系。那当然就是说，做了早期的那个诊断以后，我们就要做那个早期的治疗。感谢主席的介绍，感谢组委会和基金会的邀请，感谢王仁辉教授的引荐，各位前辈，各位贵宾朋友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温馨而美丽的澳门，因为这次来，我们见到了以前的老朋友。也认识了几位很好的新朋友。那么从今天午餐的交流到现在刚才几位教授的精彩报告，又学了很多新的知识，所以非常非常高兴。那我看我们的这一段的安排是肿瘤为主的，我们之前是微生态和健康相关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调整了一下，也是和这一届更加先进的一个内容，就是胃黏膜病变和胃癌的早诊早治这方面的工作。那因为大陆的情况它比较特殊，很多的消化性肿瘤，尤其胃癌发生率非常高，但是呢，发现的时候、就诊的时候，很多都会在中晚期，所以现在整个大陆的消化界在努力的推动，消化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所以呢，我现在跟大家汇报的就是我们胃黏膜病变相关的一些早诊早治方面的一些初步的工作。那早诊早治实际上是很早很早就提出来了，在上个世纪的开始，前五十年已经开始在提倡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把这个胃癌的早诊早治输到 MedLine 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前五十年由于整个世界在变化，所以这个早诊早治的工作进展得比较缓慢，但是随着现在科学医学的发展，你看到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的时候，这方面的研究，不管是内镜的研究还是分子生物学的相关研究，都是越来越多。但是胃癌的相关研究总体上都认为是通过一个萎缩性胃炎到这个拆腔菌化生，疑心增生到胃癌，当然这些概念会有些变化，比方说上皮内瘤点等等，但是呢，总体的试制的内容还是相似的。这是我们做的一些相关的初步的工作。那我们主要集中在三叶因子这个蛋白质上。那这个家族呢有三个成员，也就是三叶因子一二三，因为它的形态像一个叶子一样，所以是由三个叶子这样组成的形线的，所以它就叫了三叶因子。那么它正常状态下，它的分布是有明显的部位特异性，比方三叶因子一它在这个胃，三叶因子二呢主要在十二指肠和小肠，三叶因子三主要在大肠。那它这个蛋白质它在胃黏膜胃肠黏膜病变它的损伤和保护，胃肠道肿瘤的这种发生发展轻重转移都是存在的，而且发挥着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从癌症的早期一直到晚期持续存在的这种蛋白质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它这个蛋白质呢就属于一个不冷不热的蛋白，一直有人研究，但是呢一直很难有大的突破。它这个发挥这么多生物学作用的过程中，它有一个结合蛋白形成一个复合物才能发挥相关的作用，所以我们之中就找了一下相关的结合蛋白。那我们经过一段几年的努力，就找到了它的三叶因子结合的一个蛋白质。那这种结合蛋白呢，它和三叶因子结合到一块，这种复合物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轻重转移中都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蛋白质的一些结合位点。另外呢
这种复合物，那么它在相关的这个胃癌细胞的细胞水平的组织水平的相关的一些情人转移，我们也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还有这种复合物，三叶因子和这个复合物之间，我们知道它是有结合，那么它们结合之后这一些更加深入的相关的这些研究到底如何并不是很清楚。另外调节三叶因子的上游的调节物质究竟是什么，那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就像我们前面的三位教授报告的一样，我们发现这个三叶因子它上游的调节是一个 microRNA 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在分子在进行相关的调节，我们也证实了它的这个调节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和一些结合位点，而且也发现它是一些负相关的一些表达情况。这是在刚才是在组织学上的，这是一个在细胞水平的一些相关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在三因子的这个上游的一些情况。那这是刚才是我们集中在三因子一的，那三因子的第二个家族成员三因子二，我们做了一些转录因子 SP3 的一些调控，那么也发现它是一些相关的负调控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正是我们在努力，就像我们刚才的黄教授讲到的，我们希望这个早诊早治能更加容易一点，因为在大陆的话要做胃镜的时候肠镜的时候，那么毕竟受着很多的经济因素各个地方的一些各种因素的制约，所以呢要整个的大面积的开张胃肠镜的普查难度非常大。就像我们的一个学科一年我们要做到40000例胃肠镜，事实上我们的医生也是非常的努力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在量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做到每一个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对提高这个诊断率方面我们在努力。那我们就想通过血清和尿液一些简单的一些更加先筛出一些比较危险性更高的人，然后我们来进行。所以我们就在我们三叶因子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相关的血清尿液它在早期诊断还有这些化疗的过程中还有什么变化。结果呢我们就在海西，我们叫福建为主的这些大概有23个城市，我们推动了一下这个血清和尿液里面三叶因子相关的一个小的多种性研究，也证明它是和肿瘤的发生发展还有化疗前后都是很有一定的意义。那我们想它为什么三叶因子在这个肿瘤的胃癌的发生肠癌的发生中都起着作用呢？我们看了一下它和这个缺氧啊缺诱导缺化因子啊 VGF 啊这些相关，这也是我们进行的相关的一些研究。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在乙肝应该大陆是非常多的厦门的乙肝也非常多，在进行表面抗原乙肝相关的肝癌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叫跳跃蛋白 JTB 和表面抗原它形成这种融合蛋白，它在肝癌的整个发生发展中起着一个有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个相关的研究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也给了很多的帮助，我们的博士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实验室里面都在做这一类的工作。那它在肝癌的研究中是这样的，结果呢它在胃肠道的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这个 JTB 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表达，非常这个血清的水平也是敏感性也很高，我们正在进行一些相关的定位方面的一些研究。那我们刚才是在分子这些分子生物学相关的一些初步的工作，那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血清学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他并不是同步的，比方我之前并没有做血清学方面的一些检查，但是呢我现在开始做一些内镜方面的，那由于整个的情况那我们终于在讨论这个的问题，所以我们有这个内镜方面有很多很多的
方法或者是进展。那我们香港中文大学了、台大了，他们都有这个办法更多，设备要更先进。那但是我们这些传统的办法，比方说像这些染色的，属于这个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容易普及和推广的一些检查，我们还在坚持中、进行中。那当然，我们的也有很多的一些三甲医院，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医院，也进行了一些 NBI-IS 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一些检查手段，而且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么有些医院呢，像这些超声内镜相关的问题，这一类的设备和检查的经验也在积累中。那么这是另外的一些，比方说我们老癌的一些放大内镜的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当然也有一些更先进一点的激光共聚焦相关的问题，相关的一些办法。那内镜下的这些检查方法是刚才我们就是各个地方不同的情况下，那我们科里面呢，大家都是在这些相关工作都在做。那但是治疗方面，有这么多办法，但是有几样办法我们是还没有怎么尝试，也有些是条件，有些是我们的人员，比方说像激光治疗，这一类的我们就没有进行。那后面的这一类的，到冠动力治疗，大陆有一些地方在做，但是我们科里面还没有做。除此之外的这一些，大家都在努力做，也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这是我们为了推动这个早诊早治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的医院还有新加坡国大、台大、还有高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我们一块儿在几年前有一个早诊早治的一个治疗基地，在努力中。那另外呢，我们厦门大学化工学院在有一个科技部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项目里面，专门有一个我们在合作的。就是一个拉上内镜的氧化剂临床应用，那么这个主要是由化工学院和新加坡国大，我们是作为一个临床的单位，大家一块在研究。那么拉曼内镜，这是一个不同的病变的时候的拉曼的一些光谱，因为拉曼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新的话题，因为它孕育组织学的，或者是孕育其他领域的，比方说食品安全等等的。一些方面的进展是比较快的，但是运到裸体的实施状态下的内镜检查，这方面的经验还是比较少，所以这是我们从各类的标本、各类的病变状态下，拉曼的一些光谱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些积累。那这也是我们出的一本，和新加坡国大一块出的一本拉曼的光谱内镜的一个图谱，希望。对这个工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那这是拉曼孕育人体就是试试状态下之后，我们普通的胃肠镜下面检查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的会从这个拉曼发生，然后引出来，然后18毫米的一个光纤，然后到胃镜的内镜的活检控，它胃镜和肠镜都可以用，然后再接收回去，然后反映到这个显示屏。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曲线，这是第一台的内镜的这个拉曼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么实际上这个装备还在努力的改进中。那我们厦门大学化工学院、机电学院、还有材料学院，还有新加坡国大，大家都有好几位工程师和临床的医生教授们一块儿在讨论相关的一些改进。这是一些。拉曼的实施状态下的一个截面，如果你发现它是有这种离心增生或者更高级别的危险的时候，它会提示我们，这是一个它的很可取的地方。但是它的工作，要含有很多的问题，我待会会讲到这些问题介绍。这是拉曼的一些不同的这种组织学，我们收集了很多的一个叫。我们有个厦门市的分子诊断靶向治疗重大平台，这个平台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比较大的标本库，里面有各类的这些病变组织。那我们做了一些组织学的一些这种拉曼的一些呈现的一些积累。这是不同状态下的一些，这是我们的白光内镜下的一些变化。
那它还不是一对一的，所以这个里面的问题还存在很多需要探讨努力的工作，那是刚才这一章我们会放大之后的一个拉曼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像女性增生的拉曼光谱病理学的一些表现，然后我们内镜下的表现，它还是不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截面，这个女性增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表现。那么看到这一张，就是每一个标本的主成分，我们进行一些相关的分析。绿色的它就是主成分的含量，蓝色的呢就这个主成分可以预测的这种含量，然后把这些问题进行拟合，这些情况这些信息进行拟合，那我们就发现这是正常的组织，这是癌盘组织，这是癌组织。然后它这个整个过渡的过程，这里面因为我们主要是以胃腺癌，当然不同的这是我们的不同的部位，比方说胃的这个贲门的，还有肠道的，各种的有转移的中风化的等等的，我们做了一个拉曼库。拉曼库呢，现在因为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正在持续改进中。这是我们在拉曼的事实的内镜下面做了175例的患者。这175例的患者呢，我们每一个标本上面会取不同的这个点，然后一共有404个点，然后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比对的研究。那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结果。那总体上它在早诊早治中还是有比较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但是拉曼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方说信号衰减的问题，还有我们更具体的定位的问题。我们把 ESD 做完之后有没有残存，就是我们白光内镜下看已经问题不是很大了，但是它实质上就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的这些是不是切得很干净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些核酸试剂相关的研究。因为这种核酸试剂然后制成的这种痰体，它的稳定性要比我们普通的要更好，那它的定位性对拉曼的这种帮助就比较大。另外我们也做一些纳米金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希望对拉曼的这种弱的信号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强化的一个作用。当然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在努力的推动中，还有存在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这是我们用这个三因子，我们进行一些核酸试剂相关的一些研究，发现它不同的循环下来之后，它的结合点会增强。那我们也在进行相关的这些就是增强拉曼信号，这是定位拉曼信号的这些研究，但是路还是很长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像微生态相关的一些问题和我们的胃肠黏膜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也是在做一些相关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呢也是在和我们的整个大学里面的化工学院、分子影像还有材料学院在一块合作。那微生态的问题还是非常的复杂，那就像我们现在在开会，大家在这儿开会，实际上我们的体内的微生态也可能在开会，因为微生态的问题现在已经进展是非常非常快。那我们香港中大学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比方说我们中国说一盘水土演一盘人，为什么一盘水土会演一盘人，结果发现一盘不同的地域它的肠道的微生态、体内的微生态不一样，由于这些微生态不一样，造成我们的性格行为有很大的差，就是不太一样。那另外呢也发现为什么我们人喜欢吃不同的东西，喜欢进行不同的一些工作，那么实际上都是和微生态的这种有关系的，是他们又使我们做出这个选择。那但是
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菌和细菌之间它的信号究竟是怎么传递的，细菌之间我们人之间，那好，刚才我们有的教授是在用英文讲，我们欧美都是英文讲，我们有的地方是用广东话在讲，我们现在用在普通话在讲，那么细菌和细菌之间它们的信号是一种化学递质，那它们这个之间它是究竟是怎么传递的，那细菌和胃肠道的黏膜之间和宿主之间是怎么交流的，那更深入的这些相关的问题都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探讨和思考的地方。那么是不是通过分子影像相关的问题能和化学结合，分子影像结合能解决一些细菌之间，细菌和我们宿主之间和胃肠黏膜之间的交流的这种情况呢，就像我们感冒的时候，那它的这个呼吸道黏膜出问题了，但是呢不同时我们的胃肠黏膜也出问题了，但是它并没有明显的胃肠道的改变，但你再去研究的时候发现肝脏胰腺这些器官它没有问题，为什么？所以这一类的问题都困扰着，都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那么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些微生态相关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澳门的这个澳门的同事们，澳门的人大家的这个肠道的微生态肯定是非常的好的那种微生态，它让大家你看很感觉到这个地方整个都很温馨很和谐，感觉很好。那么像胃肠微生态这样的问题，胃肠道的黏膜微生态之间，我们知道胃肠道有这么多的结构，那么这些微生态呢就在不同的地方分布，相关的这些情况，那我们现代的这些科技能否在这方面再给我们一个更加直观的更加科学的更加可以指导我们的一些方法，那这以上的工作呢都是我们的临床的团队还有我们基础研究的一些团队嘛，我的同事们一会儿在努力中。那这呢是我们的2013年10月21号我们在做的这个第四届海峡两岸小论坛，第四届华人小华高峰论坛，这是我们当时的主会场的情况，这是世界华人小华青年论坛相关的一些情况，这是海峡两岸小华专家委员会成立的一个情况，这里面有我们香港台湾还有澳门的同道们，这里面有我们澳门的同道们还有澳大利亚的各个地方的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在这一块这个良框交流。另外呢也非常高兴有机会邀请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和同道们，我们的今年的11月6到8号还在刚才的那个会场会进行第五届海峡两岸消化论坛及世界华人消化高峰论坛，还有第二届世界华人消化青年论坛，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我们台湾的消化内视镜的这些协会，还有香港的协会，那也看到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青蛙医院跟我们一块儿，还有台大的医院跟我们在一块儿在承办这件事。那另外我们澳门的青蛙医院也是我们的非常的好的一个合作的多年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希望我们下面欢迎大家再次感谢大家，谢谢。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批评指正。多谢啊，教授系同我哋介绍咗，系陈教喺贵天乐病院同贵教中心做护士嘅嘅情况。咁接下来咧，我大概有10分钟到嘅时间咧，就同我哋系欢迎咧，台下咧有啲咩问题咧，就住头先4位讲者嘅问题咧，反映出嘅。咁我哋已经收到有啲即系纸仔递上嚟嘅提问，或者有郑教授嘅意思，其中嚟问阿黄教授嘅，佢系问咧。在你們的經驗當中呢，在他們篩查當中，如果是 FIT 做了 FIT 篩查，有多少個是要跟著是要做
係，明白。咁意思上，我哋中文大學我哋做咗嘅研究就睇到咧，其實差唔多4%，雖然係當我哋做10,000人咯。咁呢啲就係 positive 嘅。咁之後就要做個大腸鏡檢查嘅。咁其中咧就有一兩個會真係揾到大腸咁我哋多數咧都每年做一次嘅 FIT， 因為 FIT 係真係要翻嚟做，因為第一次係 negative 代表下一年都會 negative。咁有啲研究就一次都會兩個 FIT， 不過我哋就每年做一次咯，差唔多4.5%。咁另外一個就問咧，男性五十歲之後咧，係應該接受大腸鏡檢查係咪？我想就不一定要大腸鏡檢查，是大腸癌的篩查，你可以選做個 FIT， 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大腸鏡檢查，如果不是就可以做個大腸鏡檢查。咁其實而家每個 consensus 都話50歲以上，你是男女都應該做個篩查嘅。咁如果是做大便隱血檢查，係咪固定每年都做？是啊，而家就係應該係每年做，有啲國家就每2年做一次咯。咁我諗，不過唔係，如果你係真係有家族有大腸癌嘅，你就應該40歲開始；如果你係健康嘅，冇其他嘅有家族有，咁你就應該50歲以上開始。但係如果我50歲做咗個大腸嘅檢查係陰性嘅，咁我仲使唔使每年做隱血檢查？如果你是做了大腸鏡檢查，是全部都是沒有息肉，你選一個很好的醫生之後一定又找不到東西的，那你就10年後可以做一次。那大腸鏡檢查就是10年後可以做，除非你中間大便出鮮血啦有問題，那你就一定那時就要再做，如果不是的話就可能10年都不用做，即是連隱血都不用做？隱血就應該是。跟住這個呢是問楊教授的，他是問女性乳癌咧，如果要做篩查咧，應該幾多歲開始做比較適合？女性嘅乳癌嘅篩查咧，其實個報告咧，其實就係主要喺歐美國家嘅。咁其實就算喺歐美國家咧，佢哋嘅每個國家做嘅篩查都唔同嘅，美國就係每2年一次啦，英國就每3年一次，澳洲每2年一次，都每國家佢哋好多時係睇翻佢哋自己國家本土嘅數據嚟定咯。咁喺亞洲嘅話咧，就韓國好似台灣都係嘅，就有做篩查。新加坡我哋香港就暫時冇做篩查嘅。咁嗱，我哋鼓勵病人，如果有即係鼓勵女士就如果有問題嘅話，盡快嚟睇，就即係要正視一個有可能嘅係惡性腫瘤嘅問題。但係就冇話一定幾多個年歲俾佢應該。如果係喺如果大部分篩查，如果係國家 national 做嘅話，係50歲以上。50歲以上。咁如果佢係有家族性有問題，通常係家族有問題，嗰、那個成員嘅早10年。例如佢家族係43歲，咁就要33歲開始。咁台下仲有冇其他嘅問題咧？袁先生，我係再翻依個大腸嗰、那個問題，即係譬如話大腸如果冇即係冇息肉，咁就有10年嘅安全。譬如話。是不是話咧？如果驗咗10年，咁有10年嘅安全，咁如果即係換句上講，就好緊要咧。我哋保健嗰度咧就唔緊要啦，即係因為你有10年嘅 period 喺度，咁任何嘅時間有嘅話咧，就係咪除咗、那個即係切除嗰個息肉之後咧，就冇呢個 cancer 即係 develop cancer 嘅危險咧？多謝先生，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問題。我諗頭先我話，如果係做咗大腸鏡係正常冇息肉嘅話咧，係真係可以10年。不過如果大腸鏡嘅時候揾到有息肉，幫你切咗之後咧，咁你就要早啲翻嚟，因為我哋知道如果真係有息肉嘅人咧，會早少少再有息肉嘅。咁譬如如果你係50歲，你第一次做大腸鏡檢查，咁你嗰陣時就你好健康嘅，什麼問題都冇。咁大腸鏡真係正常，一粒息肉都冇。咁其實咁你嘅機會會有息肉係好低嘅，意思就係你10年後再做一次係冇問題。不過如果你50歲你做嘅時候，醫生話我揾到有3粒息肉啊，咁幫佢切咗，咁你就應該2-3年後再翻嚟做。因為如果唔係你大到10年咧，你嘅機會差唔多2-3倍會有息肉喺你做。仲有冇其他問題？
有冇其他問題？我有條問題係問阿陳教授嘅。咁你個腫瘤你做咗佢嗰個基因做咗啲啦，咁你可以話揀最適合佢啦。咁喺跟住個會唔會變嘅？即係係咪即係遲下會唔會係佢又變咗唔適合啊？定係會唔會變嘅？你個問題問得好，都係我哋研究。因為頭先我講緊話攞個組織去做一啲睇，頭先咪有啲predictor 例如一啲 genetic mutation 咧，係攞緊 baseline， 即係未做治療之先嘅。咁我諗啊，鄭教授講得就係，譬如做完治療之後啦，佢譬如冇效啦，只藥咁咧，咁嗰陣時個 genetic 有冇 change 到咧？呢個係暫時咧，嗱，我哋有啲研究做過咧，就有啲譬如喺肺癌啊啲就做過啲研究就話，有咗變有咗一隻藥之後再攞，其實佢有啲 mutation 有新嘅變異嘅。如果 mutation 新嘅變異可能會搞到就係解釋到點解佢對嗰隻冇效。咁所以而家我哋如果即係你有識朋友啦，或者你真係聽過咧，就而家其實我腫瘤界咧，有時會建議病人就咩咧？你做完治療之後，突然間翻發咧，以前傳統就係、都係嗰隻癌症嘅，好大機會都係，譬如腸癌咁，你再翻發或者肺癌可能再翻發，咁唔使再攞組織。但其實而家咧，多時我哋都會建議病人攞翻個組織嘅，除咗真係確診之外咧，唔係確診咁簡單，有時我哋攞翻組織去睇翻個基因有冇新嘅。一啲我哋可以幫我哋估計到有啲咩藥可以幫到你，咁所以有時我哋會做翻多啲嘅而家，甚至當然啦個問題就有時會侵略性啲啦，有時有啲位譬如太深，譬如腦啊肝可能會做嗰時會有侵略性啲，但個方向係咁嘅，我哋係 serial 去睇嘅，會 change 嘅，會有唔同嘅，即係好似我太太咁咯，不時咁變咯。啲你可能覺得好。唔係㗎，尖尖都尖尖咗㗎，有時。有冇其他問題咧？